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华创联行 A House， 我是 Leslie。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嗱，今日啦，我同 Leo 又嚟到呢一个珠海市目前嘅热盘啊，我哋嘅城中豪宅盘身后嘅绿景沙月湾啦。咁啊，绿景沙月湾啦，其实我哋同大家介绍过非常之多次啊，并且啦，我旁边嘅呢位拍档啦，亦都系绿景沙月湾全新嘅新晋业主。咁今日再次嚟到，必定系有好嘢带俾大家。冇錯啦，咁其實我同 Leslie 今次咧就會用一個全新嘅角度啦，同大家講一講咧點解在座咁多位咧值得咧去買呢個樓盤啦。相信咧其實好多觀眾朋友啦，或者我哋啲 fans 咧都好相信我同 Leslie 嘅眼光啦。咁其實我哋係會用一個點樣嘅角度咧去對呢個盤進行了解嘅咧？咁我哋就會從開發商嘅角度，誒佢企呢個盤嘅時候，誒佢諗過啲乜嘢？佢點解要咁樣做？同埋咧佢點解值得買？冇錯啦，咁啊，其實大家可以見到啊，對於綠景沙月灣啦，非常之可惜啊，因為我未儲夠錢啊，入住唔到啊。你成日都係咁嘅，你成日都要搞到我自己富豪嘅畫面。我相信令到大家有誤會啊，對我。我相信我哋嘅各位觀眾一定會有呢一個明別秋毫嘅眼光啊。咁啊，但係嗱，回歸到呢個樓盤先。嗱，第一點我非常之中意嘅地方就係點解我會選取喺呢個地方開頭啊？身後大家可以見到。整個入户嘅感覺嘅話咧，係相當高級嘅。並且大家可以見到，綠景沙月灣同其他所有嘅樓盤都唔同，喺整個屋苑內嘅佈置設計係非常非常之抌本。首當其衝嘅就係由綠景集團向我哋嘅廣州雕塑院各位大師所購買打造嘅呢一啲我哋嘅設計雕塑啊。咁大家亦都可以見到啊，整個歸家嘅門廊啦，係採取咗一個我哋叫年年有餘嘅一個整體嘅設計啊，由我哋嘅廣州雕塑院李鴻大師去進行打造嘅，咁啊令到大家歸家嘅時候啦，有一種唔一樣嘅温馨感啦。冇錯啦，咁綠景沙月灣啦，作為我哋珠海老牌嘅豪宅片區，我哋南灣片區嚟講咧，係一個全新嘅住宅項目啦。咁其實呢個片區咧，其實冇幾多塊土地嘅。冇錯。咁啊，要攞一塊全新嘅住宅地，本身咧就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所以咧，其實綠景集團啦，對於呢個盤嘅質素打造咧，佢嘅定位係相當之高嘅。正如咧，四同啱啱同大家介紹過啦，呢個盤咧係用咗我哋國內咧三大雕塑院之一嘅廣州雕塑院咧，進行我哋屋苑一啲部分設施嘅一個佈置咧。我哋係充分利用咗我哋嘅雕塑咧，作為我哋一個搭配嘅。咁而大家見到每一個雕塑咧，同市面上見到其他樓盤嘅唔同啊，可能咧我其他樓盤我哋會去佛山啊，去東莞啊，去買一個現成品翻嚟。冇錯。而綠景沙月灣咧，每一個雕塑咧喺呢個世界上咧都係獨一無二嘅，因為咧佢有曬名牌啦，有曬 title 啦，有曬設計時間啦，係一個一等一嘅大師級作品嚟。冇錯。而每一個雕塑連費連嘅設計費用咧，連我哋嘅建築成本嚟講咧。每一個雕塑嘅費用嚟講咧，都係過七位數嘅，可以話綠景沙月灣的確咧喺佈置上、喺園林嘅一啲設計上咧，非常非常之抌本。係啦，咁啊，另外啦，同樣我哋選取喺呢個位置開頭咧，仲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原因啦。大家要知道啦，早排我哋介紹咗綠景全新推出嘅四座啊，以極低嘅價錢啦入手綠景沙月灣。今次啦推出全新嘅二座二單元啦，裡面除咗有我非常之喜愛嘅141平方嘅02單邊位之外啦，仲有好多朋友以前想買搶唔到嘅78平方稀缺嘅細單位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透過鏡頭可以見到啦。目前我哋嘅二座二單元嘅話咧，已經係接近封頂嘅一個過程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見到整體嘅樓體啦，已經係完全打造啊。咁啊，通過呢一個分佈可以見到，亦都係傳統我哋熟悉嘅兩梯四户啊。而我自己個人非常之喜歡嘅就係目前呈現喺我哋眼中右手邊嘅呢一個02單邊户，141平方四房。兩廳兩位，南北通雙陽台設計，冇錯啦。咁我哋通過正門口啦，直接可以見到上方嘅位置啦，就係我哋全新加推嘅二座二單元嘅02户啦。咁零二户咧，同我買個 Z141咧係同樣嘅户型嚟嘅。咁而今次啦，呢一個單邊位嘅户型咧，其實會更加靚。我哋可以見到咧，喺個東南嘅朝向之餘啦，身後邊咧係完全冇遮擋嘅。咁啊，喺一個圍合式園林設計，當我睇唔到入邊園林嘅佈局嘅情況之下咧，我需要買呢個單位最重要考慮嘅就係佢嘅朝向以及有冇遮擋。而今次嘅呢一類產品嚟講咧，係一個完全冇遮擋嘅設計啊！我哋見到正前方，雖然依家見到啦，我哋面前泊車嘅位置咧係售樓部嘅呢個停車嘅地方啦，咁而我哋對面咧
是我哋嚟緊鹿景鲨鱼湾嘅二期项目嚟嘅，亦都叫做我哋嘅中区。咁基本上咧，整个楼间距咧系超过150米嘅，啊，两边各退红线咧有50米，中间车道系100米嘅空间。所以大家咧喺采光方面嚟讲咧，二座非常非常之靓。冇错，而且咧，我哋仲发现咗啊，其实整个鹿景鲨鱼湾一共咧系有62套嘅呢个78平方嘅两房单位，而两房单位咧一共咧系有两个露台嘅。咁我哋可以见到啦。全新加推的二单元我们的04火就是我们前面突出来左手边露台替身小了一点的这一间就是这个78平方的两房两厅两卫。没错，我们可以更加方便的就是由镜头再行前一点去看。但是我问一问你，南湾这个片区以前卖中信红树湾的时候你卖了很多。咁78平方的两房一个盘一共有1000多户，它只有60多伙，它的稀缺程度可唔可以代表佢嘅价值？首先第一嘅小面积嘅单位咧，喺整个南湾嚟讲嘅话咧，对比我哋同类型嘅三房四房咧，一定系较少嘅。但系啊，假如系同样我喺呢一个中信红树湾以及后方嘅华发世纪城去挑选细面积嘅单位，包括华发非常之出名独有嘅89平方2+1单位啦，咁其实喺呢一个楼盘选择里面非常非常之多。我认为喺竞争嘅产品里面嘅话，唔一定系太突出。但系点解我头先会讲鹿景78平方？大家真的揀都揀不到呢，因为户型设计上有根本上的区别。没错，因为大家要知道华发新城89平方的这个2+1单位来讲的话，采取的是我们入户花园的设计，无露台，并且只有一个1+1房。在使用方面它是属于一个3房2厅1卫的 design， 并且在实用率方面的话，我认为对比如今鹿景鲨鱼湾在售的78平方的这个小单位，其实基本上是接近的。但是在户型设计上就正如 Leo 刚才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做一个整体的横向对比，大家要知道目前来讲的话，整个南湾片区首当其冲卖得最贵的二手单位在哪里？就是在中信红树湾，平均的均价为40000元，但是楼龄已经接近了10年了。考虑到我们要做装修的情况之下的话，它整体的入手价钱会更加贵。同样红树湾虽然被称之为南湾的标杆楼盘，中海知名开发商，但是大家要知道最值钱的是哪里？是佢前排一座的呢一啲楼王单位，而一座的楼王单位现时叫价叫到几钱啊？二手不少的买家已经是卖到1600万，所以嘅话咧，其实大家要知道两个楼盘跑紧嘅系两条唔同嘅赛道，亦都系点解我认为鹿景鲨鱼湾呢一个78平方嘅单位佢嘅价值咁高嘅原因。冇错啦，而且我哋发现啦，好多红树湾嘅业主啦，甚至乎周边华发世纪城啦、华发新城嘅业主咧，系都系买咗我哋鹿景嘅鲨鱼湾。咁作為南灣豪宅片區的呢個新貴嚟講，佢越係稀缺的户型，佢嘅賣點就越高嘅。冇錯。咁正如大家可以見到，除了04我哋78平方之外，隔離嘅03同樣地咧係屬於一個半單邊位嘅122平嘅三房。點為之半單邊位？我哋可以見到啊，靠緊我哋方向呢一邊咧，佢係冇圍欄嘅，亦都冇牆嘅。呢度以後咧係屬於一個玻璃面，即係我哋朝東方向咧係一個東面。啊，我哋見到。大少少露台的位置咧，系122平方的三房，它的靠东向呢一边咧，系冇设计到有墙身嘅。换言之，呢边未来咧系一个镂空的设计。咁镂空系可以望到咩咧？我哋睇下东方，正东方的位置咧系我哋一个两期红树湾之间的位置啦。正对开500米咧就系我哋嘅前山河嚟嘅。即系换言之，其实呢一部分嘅单位咧。远眺正东方咧，系可以见到河景嘅。冇错啦，咁啊，并且啦，鹿景鲨鱼湾啦，称之为豪宅盘啦，相信其实亦都系喺 Leo 啦购买呢个楼盘里面其中一个重点嘅原因啦。当然，并非系为咗 title， 因为喺你买楼嗰一集，我采访过你啦。考虑到俾未来嘅父母啊，甚至乎系长辈养老嘅时候，其实咧同样需求嘅一样嘢就系周边住户嘅素质啦。冇错。咁啊，同经过我哋嘅呢一个了解啦，啊同埋咨询嘅话。其实购买鹿景鲨鱼湾的朋友非常之多的客户咧，系原有南湾豪宅片区的旧业主啦。冇错。咁啊，作为呢一个我哋购买改善型的产品嘅话，大家会留意一样嘢啊。鹿景鲨鱼湾就正如头先介绍，122平方的呢一个单位嘅话，做了3房。大家要知道睇 YouTube 咁耐啦，香港的朋友都知道，122在如今的内地市场嚟讲。
摩身都是四房。點解佢要做三房？就係正正因為作為有一定質素同埋一定有資金實力嘅客户嘅話，其實我選擇122平方嘅四房單位咧，真係住得唔舒服。冇錯，因為每間房嘅面積段嚟講嘅話，對於我嚟講，大佢唔夠大，細佢又好似又過得去。在一個中間線度非常非常之尷尬，但是考慮到假如是我作為一個高質素的新婚夫婦啦，我購買一個122平方的三房單位，一間主人房我自己用，一間房作為我的小朋友使用，一間作為我的書房，完全足夠並且舒適，在廳堂和房間的空間亦都是啱我心水。所以大家要知道，很多個朋友因為有問過我為什麼我會這麼長去解答這個問題，就是說 Leslie 122平方買三房，哇！以後啲人都話122買四房，我咪好輸蝕？唔會，你走嘅係完全唔同嘅一條賽道。點解呢個盤定位喺南灣嘅富人區？點解佢嘅户型設計又係咁樣嘅？開發商係有佢自己嘅心思以及道理。冇錯啦，我哋喺呢邊再次強調四個字啦，就係、是、我哋叫居住體驗啦。呢一班業主咧，需要買到嘅咧係一個全新嘅居住體驗，低密度啊，高質素，而且咧。整個盤可以帶俾大家嘅，其實係一個全新嘅一個居住嘅體驗上。嗱，一陣間我哋又去睇睇睇先。好，嗱呢度啊，我知道啦，你啊作為呢一個購買呢個樓盤之前咧，係做咗好多嘅功夫啊。咁啊，甚至乎除咗頭先我哋講嘅雕塑啦，例如我哋種嘅呢一啲綠植，嗱呢啲花球好靚噶，聽講你都專門問過幾錢一棵嘅喎。冇錯，因為其實我自己對呢一啲室外的公共部分，如果了解過我和 Leslie 的頻道的朋友都知道了，我們對一層樓的關鍵，除了它的示範單位對我要吸引之外，它公共部分真的非常之重要，因為你看個開發商有沒有心看公共部分就知道了、正如這個門口這棵羅漢松呢就55萬的、然後我們見到屋苑大部分的這些榕花球呢，兩旁示範單位樓下和屋苑裡面非常非常大量，我們可以見到這些花球其實很密的，一朵呢啲花球咧，喺花卉市場嘅售價咧，係100蚊人民幣，折100蚊人民幣。佢買咁大量都100蚊一朵，所以你會見到咧，就係公共部分佢用嘅心思同資源咧，非常之豐富。而且我哋可以見到，所有公共部分，就甚至乎近街未來呢一邊咧，其實係一條商業街嚟嘅，啊，近商業部分。咁我哋可以見到出邊嘅石板磚係真石板磚，並唔係用我哋所講嘅一啲白碎磚啊，全部都係一啲可以成立大重量 heavy duty 嘅呢一啲大板磚嚟嘅真石磚，所以其實喺入門啊歸家嘅一啲個人感受上啊，我會覺得比較 high level。同埋我哋見到啦，成個我哋大方頂嘅入門啦，全部都係用鋁塑板嘅。我哋見到周邊呢啲全部都係仿石紋嘅鋁塑板。咁啊，呢種材料有種好處嘅，第一啦，佢經過長年嘅呢一個擺即放置啦，佢唔會被氧化，更換出嚟咧佢唔會有色差。咁啊，呢種材料咧喺市面上嚟講，屬於係建築材料嘅新貴。就正如我哋見到樓體嘅兩旁啊，都係採用鋁塑板，再加上真石漆嘅搭配。咁啊，喺施工材料上咧，非常之用心。冇錯啊，咁啊，其實可以咁樣講啦，喺 YouTube 拍攝嘅時間啦，大家我相信已經有兩年左右噶啦。咁啊，喺呢一兩年啦，我同 Leo 亦都同大家睇過唔少嘅樓啊。咁啊，喺現有我哋已經可以見到內園景佈置方面嘅話，喺我心目中，我認為真係最用心嘅兩個樓盤，一個係金灣嘅十里觀瀾，五行觀花，大家印象好深刻啦。並且喺之前啦，我哋早兩個星期我亦都同 Leo 入到工地同展示翻如今嘅一啲情況。而第二個啦，就係我哋如今身處嘅呢一個綠景鯊魚灣，一個樓盤俾到我感覺啦。可以講真係叫做一步一景，通過咁靚嘅入户門廊進入到屋苑嘅內部，大家可以見到入到嚟我哋嘅正面又有唔同嘅景色呈現俾大家啦。冇錯啦，我哋見到正前方啦，有水景之餘啦，仲係會有一啲實身嘅雕塑嘅。同樣地啦，都係出自我哋廣州嘅雕塑院啦。咁其實基本上咧，我自己對呢個樓盤最深刻嘅印象咧，就係佢首先佢嘅賣點啦，佢係一個圍合式設計嘅單位啦。圍合式設計嘅園林，我哋講過好多次啦。重要嘅賣點咧，其實就係個園林入面，所以基本上咧，賣緊圍合式設計嘅樓盤咧，都會攞佢嘅園林作為佢主打嘅賣點嘅。亦都係我哋咁多位觀眾例如買觀瀾嘅朋友，佢係喺最後面先能夠睇到佢五項觀花嘅。而呢一度咧，你喺買之前咧，已經可以 image 到佢現場嘅景觀係點樣樣嘅。呢樣嘢咧，其實係放心好多，冇錯。當然啦，對中海我哋係好放心啦。所以當時我同 Leslie 去描述呢個五項觀花有多麼的神奇嘅時候咧，
係都要多增加少少自己有一個想像喺入係，冇錯啦。咁啊，嗱，我哋亦都可以見到啦，入到嚟屋苑嘅內部啦，喺我哋身後嘅呢一個啦，就係二座二單元嘅位置啊。咁其實二座二單元嘅呢一個位嘅話咧，相信大家亦都會關心喺後方啊，特別係我自己好中意嘅呢一個靈異户，其實佢嘅感官又係如何呢？過嚟睇睇啊！嗱，因為由於咧，依家咧二座三座之間嘅地盤咧係施工現場啦，所以我哋見到中間咧會有啲綠板咧，一啲 fencing 就遮住咗嘅。咁之後咧，通過 Leslie 面前嘅呢一條藍色嘅夜光跑道向左邊行咧，就係、是、一個二座同三座之間嘅一個活動空間啦。咁依家目前咧設計咧就為我哋兒童嘅玩樂區，會有沙池啦、波波池啦同埋垂滑梯等等嘅。冇錯啦，咁啊。包括大家可以見到二座除了擁有目前整個鹿頸沙咀灣最開闊的前排距離之外，其實在後排的位置一啲都不舒適的，沒錯，大家可以看回靈異戶其實對望出去的位置的話，同樣亦都係冇高樓的一個整體的遮擋的，所以其實大家假如是購置我哋叫做十樓左右嘅呢一個中間樓層咧，我認為就已經好靚噶啦。因為點解呢？前方嘅中區咧興建嘅係屬於我哋嘅學校，學校嘅層高最高僅僅只得五層噶，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眺望到嘅直線距離咧，係遠遠比頭先我哋講嘅呢一個樓距嘅150米嘅距離嘅話要遠得多噶。冇錯啦，而且我哋可以見到啦，基本上咧二座三座啦，都是接近一個封頂的階段啦。咁啊，綠景咧喺施工速度嚟講咧，可以話算是非常之快嘅啦。咁啊，交樓嘅時間咧就係明年嘅年尾啦。咁啊，基本上咧，期樓同大家介紹過一樣啦。基本上內地可以買到期樓嘅平均交付時間都一年半至兩年左右嘅。咁啊，綠景咧如此高嘅交標咧，喺呢一個精工嘅設計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俾更加多嘅時間佢咧，可以做得更加精品嘅產品咧，俾你咁多位。冇錯啊，因為大家亦都知道啊，綠景嘅交標咧，真係同其他嘅交標係唔同啊。套用一個現時市面上非常之流行嘅説話，並不是所有嘅精裝交付都叫綠景沙魚灣啊。同時啦，今期嘅節目啦，我哋亦都會以全新嘅角度咧嚟展示一下。綠景沙魚灣呢個樓盤，除了自身的質素夠高之外，它周邊的配套又是如何的？收睇我哋的下一 part， 用全新的環節呈現俾大家。嗱，好啦，咁多位朋友 ，Leo 咧呢一期咧通過嘅新 partner 咧，同大家咧介紹一下綠景沙魚灣咧周邊嘅具體嘅情況啊。咁其實咧，我希望利用咗今次嘅一個新儀器咧，同大家展示一下啦。咁希望係一個動態嘅展示，大家咧唔使一味聽到我哋口述。通過一啲畫面咧，可以同大家更加深入地去了解一個樓盤。其實呢一部嘢咧，我哋叫做直播電視啦。咁其實佢係一個觸屏電視嚟嘅。咁當然啦，其實佢係會有一個非常之靈敏嘅一個投屏嘅功能啦。咁好啦，我哋身後邊首先見到嘅啦，就係先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珠海第一代嘅一河兩岸工程啦。就我哋面前見到嘅呢一條啦。咁呢一條咧，大家見到嘅就叫做我哋嘅前山河。前山河的工程咧喺珠海市咧應該有超過20年嘅啦。咁以前咧前山河咧係一條荒廢咗嘅渠道嚟嘅，入邊下邊有甚至乎有養牛嘅，所以好耐以前嘅珠海人咧，即係本地人嘅 local 咧，係好唔中意過呢條橋咧嚟到南平南灣呢一帶嘅，因為以前呢一 part 咧係農村嚟嘅，啊全部都係村民為主，所以老珠海呢一輩人咧。覺得過咗呢條前山橋嚟到南平嘅呢一 part 咧，就已經係過咗農村嘅啦。因為呢一邊以前係往西部嘅必經之路嚟嘅，所以以前曾幾何時咧，大部分嘅本地人咧對南灣、對南平嘅了解係非常非常之少。但係搖身一變啦，20年以後咧，南灣竟然成為咗珠海嘅老城區入邊嘅富人區嚇，所以你話真係30年河東，30年河西。好啦，咁啊前山河嘅整治咧，如今啊非常之靚仔啊，屬於我哋珠海第一代一河兩岸工程啦。每年有大量嘅資源咧，係投放喺河道整治啦、清淤等等嘅。所以其實如今嘅成個前山河景咧，係屬於珠海市一個好貴嘅景觀。OK， 其實佢嘅闊度嚟講咧，甚至乎係到達咗。江景噶啦，就唔一定系河景，其實算系江景啦，非常之靚嘅夜景。好啦，回歸到老主題啦，今次同大家介紹嘅樓盤咧，係我哋嘅綠景沙魚灣啦。綠景沙魚灣就位於我哋整個南灣片區咧，大家見到最後一塊嘅住宅地啦。嗱，通過畫面我哋可以見到啦，其實咧我哋南灣片區嘅 boundary 喺邊度咧？嗱，我哋首先用支筆同大家框一框先。
好啦，我哋画个线条 ，OK， 好啦。咁我哋基本上咧，成个南湾片区咧，系由后边嘅呢座山咧框起嘅，呢座山啦，一直到前面嘅呢一 part， 到呢条桥 ，OK， 咁然后咧，我哋放细少少啦，我哋重新嚟过 ，OK， 我哋框个位置，好，基本上啊，从呢个山开始咧。到我哋嘅白石桥，再到我哋嘅前山桥后边呢一 part，OK，、okay? 当然啦，下边仲有小部分嘅，因为呢边仲有一个楼盘叫做金山美地，隔篱仲有一个叫做我哋嘅华策嘅南湾国际，形成嘅咧就系我哋嘅南湾片区啦。南湾片区咧系独立于北山村以及以前嘅南平镇咧单独框出嚟嘅，亦都系前山河嘅河畔。所以其實一般嚟講咧，諗起南灣片區嘅朋友咧，都會諗到我哋正前方嘅呢個樓盤咧，叫做我哋嘅中信紅樹灣，就面前見到嘅呢一 part 啦。沿河嘅呢一個景觀咧，就叫中信紅樹灣啦。咁呢一邊一二期咧，我哋叫北區；呢邊三四期我哋叫南區。所以咧，其實整個南灣咧最靚嘅地咧，其實俾紅樹灣攞咗噶啦。呢個係屬於中海喺珠海範疇入邊一個比較知名嘅樓盤啦。亦都是珠海很多本地富豪居住的位置。好啦，而我哋今次錄景灑月灣的位置咧，就是屬於整個南灣，大家可以見到最後一塊的住宅用地啦。咁而呢一度咧，亦都是以前的東橋村啊。我哋錄景灑月灣的前身叫東橋村。咁而今次咧，將整個內陸的東橋村拆咗之後咧，就將成個地塊咧分咗三個部分。三個部分加埋咧，一共咧係190,000平方米嘅。咁邊三個部分呢，我哋再畫一畫嚇。首先，第一號地塊亦都係我哋屬於嘅北片區啦，就係我哋依家在售當中嘅產品啦。OK， 亦都係我哋綠景灑月灣嘅一期啊，一期。咁我哋先將個畫面盡量放大啲先嚇，我哋放到最大俾大家睇。OK。好，首先咧就系我哋嘅一期啦。好，一期咧主要就系面前见到呢一 part， 呢个一期。咁啊，一期咧属于我哋整个綠景灑月灣咧住宅项目卖嘅第一轮嘅产品啦。咁啊，同期建筑嘅咧有我哋嘅三期，呢个系三期。咁啊，三期咧属于回迁房。即係呢一部分嘅產品咧，係會回遷俾以前拆咗東橋村嘅一啲村民嘅，所以其實我哋一期距離三期嘅距離中間咧，就隔咗個二期啦。咁二期就會喺中間嘅呢個位置。咁二期咧最快咧就會喺明年年尾先開賣嘅。咁我哋可以見到咧，相比於二期嚟講咧，其實一期咧作為入市嘅產品咧，佢為咗打起個名堂咧，一期投放嘅資源啦係最強嘅。而且一期嚟回迁项目咧，会隔咗个二期，相对嚟讲会更远一啲，所以其实佢嘅住宅感官享受咧会更强。呢个亦都系我自己认为一期会比二期更加好嘅原因。OK， 嗱咁另外一点啦，二期咧属于一个细嘅住宅地块，我哋会喺佢嘅隔篱咧，我攞换嘅颜色先吓。我哋见到面前有一块地嘅，呢度未来咧系会有一个公立嘅小学。旁邊仲會有一個公立嘅幼兒園，所以換言之咧，我哋綠景嘅灑月灣咧，係提供俾業主咧大概有9年嘅適應性計劃。12年先啱。即係換言之，你嘅小朋友從出世之後，睇3歲正式入讀幼稚園嘅情況之下，到你嘅小朋友12歲小學畢業咧，呢段時間咧，你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嘅。咁我哋了解過好多喺本地有剛性需求嘅朋友咧，其實讀書就讀方便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因素。當然啦，我清楚知道啦，就係我哋視頻當即係睇緊我哋視頻嘅朋友都明白啦。呢樣嘢咧，大家可能唔係好關注，因為大家可能都係投資或者養老，甚至乎係間唔中度作為度假屋過嚟住嘅啫。但係其實未來你層單位賣出去嘅時候咧，呢方面咧就會成為你嘅硬性需求啦，所以我自己認為啦，屋企樓下咧有小學加幼稚園，仲要係公立嘅優質學府咧，我認為對整個綠景灑月灣嘅價值加持咧會非常非常之高啊！呢個就係我個認為綠景灑月灣目前在售一個比較唔錯嘅一個優質嘅配套。好啦，睇翻我哋隔離啦。另外，我哋能夠發現啦，有個好重要嘅一個 title 啊，就係我哋嘅大橋上落橋位。
嗱呢边咧，我哋通过支笔同大家都讲一讲呢个位置啊。我哋可以见到咧，上面嘅呢一条咧，我哋嘅珠三角环线咧，其实喺呢一个位置嘅吓。呢度横穿咧，就系去紧我哋嘅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珠海人工岛嘅位置。而我哋项目绿景洒月湾咧，经过面前嘅呢一条路去到呢一个上落桥位咧，我哋嘅总长度咧系600米嘅。600米，600 meter， 基本上咧，我哋楼盘咧去到上桥嘅距离咧系非常之接近，而我从我哋嘅楼盘去到珠海嘅人工岛咧，成个距离嘅揸车时间可能就系5到8分钟嘅车程，所以回即系有时翻香港啊，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方便嘅一个路程嚟嘅。呢样嘢亦都系我自己咧比较着重关注嘅一个位置。咁大家知道啦，我自己咧系买咗绿景呢个产品啦，所以其实我对呢个楼盘翻香港嘅便利程度咧，我自己都会有一个比较高嘅要求啊。所以呢样嘢咧系我自己甚至乎系电视机面前各位咧一个好关注嘅一个点嚟嘅，就系我翻香港非常之方便，而且呢一段我哋环珠三角沿线上岛嘅呢条路咧，佢系一定唔会塞车嘅，因为呢条路开始咧系单线接驳到去一个多车线，而且冇红绿灯，这个位置非常之方便、啊、所以我用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卖点来的。OK， 好了，另外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配套方面。OK， 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南湾片区点解会优质嘅一个原因吓。嗱，通过画面我哋可以见晒啦。嗱，依家见到画面嘅呢一个菱形嘅位置咧，其实就系我哋嘅南湾片区啊，两条桥之间嘅呢个位置。呢、这个位置咧，其实好少嘅啫。基本上依家起紧嘅位置就系绿景洒月湾啦。我哋见到中间嘅呢个位置吓，呢度就绿景洒月湾中间嘅呢一 part。OK， 你大家可以见到啦，呢块已经系整个南湾咧最后一块住宅地嚟嘅。呢块地之所以好住，南湾之所以好住嘅原因，首先咧，佢面前有一条好靓嘅海滨公园啦，夜晚系非常之多人跑步嘅。啊，一河两岸工程大家知道啦，最重要嘅卖点系一个社区嘅缓跑径同公园啦。啊，我哋嘅河畔公园咧，夜晚好多人散步，平时放假嘅时候咧，好多人露营嘅。OK， 咁第二 part 优势嘅位置咧，就系我哋商圈嘅位置啦。首先我哋嚟睇一睇啦，绿景洒月湾咧，距离我哋依家南平，亦都系整个珠海。依家目前市區內啊，香洲區內最大嘅商業體，亦都係大家好多人熟知嘅華發商都啊，呢個係珠海嘅第一間商都嚟嘅，亦都係目前體量最大嘅商都。咁我哋距離有幾遠咧嚇？我哋睇睇先。咁而家咧由我哋嘅綠景洒月灣出發啦，兩條路嘅。第一條路啦，我哋可以經啊 ，sorry， 我哋換一換條路先啊，我哋喺呢邊出發。正常嚟讲啊，目前嚟讲，我哋能够接触到最快嘅道路系点行呢 o、okay， k 我哋通过呢一条路横穿过桥底，系可以直接咧嚟到我哋华发商都噶啦。咁呢条路咧，我哋能够见到平时塞车咧系比较少嘅啊。当然啦，有啲朋友咧喜欢喺河底掉头嘅呢、这个位置啊，揸到去河边，从河底。橋底呢邊咧，掉頭過去商都揸車嘅時間大概係5分鐘嘅時間。換言之咧，其實我哋見到華發商都同綠景洒月灣咧嘅呢一個通勤嘅時間咧係5分鐘嘅啫，5分鐘就可以距離商都至綠景洒月灣啦。所以嚟到我哋第一大商圈咧係5分鐘嘅。好啦，咁另外啦，去開商都嘅朋友啦，有啲厭啦，咁我哋中意過到去河對岸，我哋就可以見到。河对岸咧，就系我哋依家新开业嘅中海嘅环宇城啦。咁其实呢一边嘅路程咧一模一样嘅。咁啊，经过我哋嘅一个实地嘅车程嘅呢个试探啦吓，我哋出翻嚟啦，啊，上翻我哋嘅前山桥嚟到去我哋嘅环宇城啦，时间上咧都系5分钟嘅，啊，都系5分钟，啊，非常之方便。所以咧，基本上我哋绿景洒月湾距离两个大型嘅商圈咧，其实都系5分钟嘅。啊，咁好多朋友都覺得，喂，呢個話我唔係淨係為咗要行商場，我要 shopping 睇電影，咁市場方面又方唔方便呢 o k 嗱呢邊咧幫大家咧揀咗一個最接近嘅位置，啊，就喺呢一度嘅，我哋可以見到綠景洒月灣啦，喺呢個位置，
咁我哋咧对开个位置啊，我哋拣一个位置俾大家。OK， 好，支笔。我哋见到啦，成个鲨鱼湾咧，依家面前佢遮咗一栋嘅四座嘅位置喺呢一度。咁四座嘅正对开呢一度啦，行路啊，步行时间五分钟咧，就会有我哋嘅新北山市场啊。平时大家中意买鸡鸭鱼鹅新鲜蔬果蔬菜嘅话咧，就步行五分钟咧到达我哋嘅新北山市场咧，系非常之方便嘅啊。所以基本上衣食住行嚟讲咧，南湾点解话好住咧？因为其实佢嘅交通方便啦，而且佢嘅配套齐全，学校。我哋嘅超市、商場同埋我哋出面去街市嘅朋友啦，都係非常之便利啊！所以我認為咧，綠景鯊魚灣啦，作為依家目前咧珠海嘅老城區嘅一個主打項目嚟講咧，我認為針對一啲未來對居住有硬性需求嘅朋友，尤其是係退休養老，甚至乎希望你嘅單位有一個高周轉嘅保值率。點解咁講呢？就係、是、呢個單位大家可以見到啊，老城區係肯定擠迫啲噶啦。但是你所投入的这嚿资金的保守率呢是非常非常之高，它很保值。因为这一边呢是现在目前呢我们能够了解到整个珠海市硬性的这个居住需求，当你出现了改善的时候，这一班人的重点考虑的片区。即是简单逐啲讲，就是找到啲钱的人都希望买南湾。呢邊就係當地人嘅想法，所以我哋普遍認為咧，就係買綠景鯊魚灣嘅朋友，雖然依家買嘅價錢咧，佢唔算話好貴，但係佢都真係唔平。但係你投入嘅呢一批錢落去呢個地方咧，未來其實佢嘅保值率咧係相當之高嘅啊！所以其實綠景鯊魚灣啦，亦都係我 Leo 點解我自己會入手嘅一個原因之一啊！我都希望將我嘅分析嘅歷程咧，去提供到俾大家，咁啊方便大家如果係。有嚿錢真係諗住喺內地，但你又希望相對保值嘅情況之下啦，咁我自己覺得綠景鯊魚灣咧就係、是、一個好好嘅選擇啊！希望我今次嘅呢、這個展示能夠方便到大家咧，去作為更加好嘅一個參考。好啊，多謝大家。